界都给你。介绍一下，未来生病是有钱人的玩意，因为生病需要花钱，然后要住那么好的，像饭店一样的病房，其实更花钱。那在戏里面，孟辰是个有钱的人，那马小倩因为生病，所以孟辰就把他送到这边来，在这边让人家觉得生病其实好像没有那么痛苦，因为气氛很好。我觉得医院应该其实应该这样，未来不要让人家觉得冷冰冰的病床，然后。死气沉沉，这样对身心好像也不是很好，这感觉蛮好的。不过前提之下，是要有钱，要不他那是家里。还被名模纠正走台步，我不想让你们觉得欠我人情，我该负的责任我不会逃避。还有，我跟五星级饭店说好了，如果你们要休息的话，跟我助理通知一声。那我就先走了，安心养病。